位朋友，欢迎你来到这个写意画室。今天我们是示范这个竹树这个课题。竹树在这个水墨画里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写竹树的时候就要表现出一种君子的气节，清雅和飘逸，这个就是竹树的精神。今次我们就用一个大好一点的羊毛笔。羊毛笔的特性就是它含水量会很丰富，但是因为羊毛是软身的，所以我们运笔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。首先我们浸湿支笔，点小墨，我们开一个中墨，再开一个淡墨，我们将多余的水分索了它先。现在这个笔里头我们就是有淡墨在当中，然后我们用正话那个中墨嗨嗨它。咁写竹树咧有两个方法嘅，一个咧就可以由上而下，一个就由下而上。首先我先示范就由上而下，我有少微嘅侧锋。咧要注意一样嘢咧，就系要直，枝干都用淡墨。咁咧切记咧就唔好咧啲竹干咧系一节一节都唔同色。嗱，而家话第二节，而家呢个示范咧就系由下而上。畫竹節的時候去到個節嗰度咧，我哋會壓壓支筆，向左或者向右得。每個節咧同隔離嗰棵竹嘅枝幹咧嘅節咧就唔好相同。好啦，咁咧我哋而家咧可以點墨咧，我再畫一啲嘅幼嘅枝幹。咁我哋畫幼嘅枝幹啊，唔需要係直線啦。割完之后咧，我哋咧就会转用一支中号嘅螺毛笔。咁跟住我哋系画啊呢个竹嘅幼枝。咁竹嘅幼枝咧，要记住咧，我哋知道枝有两边，咁咧我哋画幼枝嘅时候就喺一边出，就唔会喺两边出嘅。就好似咧我哋画六角咁啊。嗱，当我哋画呢个幼枝嘅时候咧，要走弧线啦，因为一阵间我哋画叶嘅时候咧。因为叶嘅有个重量会将条枝会压弯，所以咧我哋要预先要咁样做啊。每一个节嘅错咧，我哋都要要顿一顿佢啊，一个向左一个向右。好啦，等佢干咗七八成啦，我先至加呢、这个节嗰个眼。咁啊，而家嘅时候我哋咧可以示范呢个叶。竹树的叶的特性咧，叫有个叫无过不成竹，所以你画竹树的时候咧，我用一个过字啊咁嘅结构。咁但系咧呢个中心咧，千祈唔好咧聚焦一点啊。咁呢个咧系唔系竹树啦，呢个变咗好似鸡爪咁啊，唔好嘅。所以咧，我哋要留意一下个落点要有起伏。由呢个过字嘅组成咧，我哋就会可以加落去啦。咁通常咧有三葉咧一組啦，四葉一組啦，或者五葉一組。首先，你而家我畫竹葉嗰個第一筆先，中鋒筆壓輪之後就提起支筆，咁令到佢咧呢個係一支一塊一塊嘅葉。跟住第二塊葉咧，唔好喺呢個位啦，要錯落大概半寸左右。第三塊，第四塊。如是者，咁我哋话第二组啊，咁有时都发觉咧，你竹嘅特性咧，去尾节呢度咧有块叶啊，可以咁向上。咁第二组即系用个墨咧，可以稍微淡啲。一般嚟讲咧，如果系喺前边嘅咧，就会用深色墨啊，中墨或者淡墨咧，写后边嘅叶。咁嚟增加嗰、那個立體空間感。我哋畫到呢、這個亂嘅葉嘅時候咧，佢就係向上，就唔會垂低噶啦。向上推。好啦，咁咧畫完呢個葉之後咧，咁我哋睇下摸一摸佢，睇佢水分
光度。咁然之後我哋用焦用深墨嚟畫個竹節。咁我哋呢個時候我哋可以試下轉用一支中嘅羅毛筆。咁然之後咧，我沾上呢個焦墨。咁畫竹節嘅時候咧，就喺個節嘅中間，先攞筆下筆先。然之後咧弧形，然之後啲筆向上。一筆落，走弧形，一筆上，这个一样了。有时嗰啲竹节里头咧，会都唔系咁干净利落嘅，所以咧有时我哋会加啲嘅零碎嘅点落去咧，尤其啲老竹咧，就多数都会有，系一啲生长时候去。一啲嘅狀況，咁又記住咧，畫竹嗰時候咧，我哋唔好畫到太滿啦，塞滿曬咧就變咗冇種種空氣啊，種清新嘅感覺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就提款啦。咁即係我哋落章。跟住我攞呢個行章，咁咧竹樹咧就我哋就完成咗啦。